供养佛菩萨，所有的佛菩萨都要供吗？都要一尊一尊的磕头吗？每一尊呢，是不是都要磕三个头呢？这种情形在中国很普遍啊。那么在这个道场呢，那都不必说了，道场的供的佛像都很多了啊。那像我们下面的大殿就供了不少佛像啊。我们这边呢，这是讲堂啊，供养佛像比较单纯啊，也有同修家里面供很多佛像的啊。我们新加坡就有一位居士，我曾经到他家里去过，他家里供的佛像呢，我想至少也不下于100尊的，比一般小庙供的还多，是不是？那这要磕头，一尊佛像磕三个头的时候，那要磕300多个头啊，不必要啊，通通在一起，这个顶礼三拜呀，全部都拜到了啊，不需要一尊一尊的磕头啊，不需要啊，通通都拜到了啊。